Hello， 欢迎来到《小时代》的健身房，我是森林，我是阿琳卡。我们用瑜伽的方式，让大家能够在家里轻松就能够战胜体脂肪。对对对，在家里随便找个地方都可以，要不然就来到《小时代》健身房也行。坐下来，两脚伸直。好，不用了，身体先坐着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你知道我在抖了，你知道吗？把腰杆高起来，抖起来，不能驼，腰杆不能驼，手肘撑在后面，往后撑的，把你的右脚抬起来，左脚抬起来，然后肚子收到最紧，两脚交叉吐气上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可以了，扣住，吸气往下，我们要做八组，不要闹了，来，吸气往下，慢慢的放哦，放，饶了你。老师，你有发现地板都湿的，地板都是汗。好，坐起来，这个方式呢，你的肚子都可以保持紧实，不要用到腿的力量。如果你的肚子力量启动不够，第一你会觉得腰很酸，然后大腿很酸，别人都在瘦肚子，结果你都酸了别的地方。好，这样尽量的把它做到比较有效益。还有另外一种，清醒一点，我们还要做另外一种。才第一个而已吗？啊，对。好，你现在往下，可以往下做30公分。这个五根手先打开四十龟兹哦，哈，然后把你的右手横着摆着地，左手借撑，是，两脚往后蹬，身体要拉直哦，尾骨要收，腹部要收。然后现在呢，身体往右边倒，脸看左边。我最害怕这个。然后两脚并拢，小腿不能。吸气，把左手往天花板上伸直，身体要拉哦，停留哦，还不错啊，两脚并拢。吐气，把手抛到耳边，把你的腰内肉一起富贵双拼来到耳边，手指尖还要一直不断往外伸展。My God！ 吸气，手再往上，好酸哦。吐气，再来到耳边，再吸，再撑着而已。吐，老师快点。再吸，快点！忘了，吐。好了，吸气手上，吐气手撑地板，好，膝盖着地，屁股坐回来。Come on, baby。老师，你要做几组？好，我们来看看。我们可以直接跳佛跳墙吗？我们先伸展一下，让自己舒缓一下，双手。还有啊，所以人家说的减重黄金周就是这个时候啦。好，今天非常谢谢阿琳卡老师，谢谢。如果说大家想要来体验的话呢，就可以来到小时代的健身房，这里空间非常的大，还有我们健身器材，让你一起来在过年后战胜体脂肪。